谢谢。那这些文具礼品呢，今天就会送给所有家福中心的小朋友，希望他们也可以享受一下我们给他们的温暖，还有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幸福。那我们这个爱心活动呢，其实受到很多的这个人的赏识，像那个严准佐，那个我们是我们学校的荣誉会长哦，他能听到这个活动呢，他也呢。说呢，要共襄盛举，于是呢，20万块钱要给家族中心的小朋友，还有我们学校的家长会长沈宗翰先生，也要捐给家族中心10万块，所以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家长会长沈会长上台。下面的朋友，你要不要？会长好，你是什么？啊，校内推动了爱心义务的募捐活动，那在这一个月里面呢，我们是全校师生就募集了6大箱的爱心义务，这样，那我们要把它捐赠给慈济功德会。那今天慈济功德会的师兄姐也有莅临现场，那我们请上台，欢迎一下慈济功德会的师兄。